第二十四课。人，人字的写法是撇捺人日恩日恩人人人类人类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 H-U-M-A-N human 人类从从字的写法是撇点儿撇捺从呲翁呲翁从从听从听从的英语单词是怎么拼写的呢 F-O-L-L-O-W follow 听从从从字的写法是撇点儿撇捺横从呲翁呲翁从从丛林丛林的英语单词是怎么拼写的呢 J-U-N-G-L-EJungle 丛林重重字的写法是撇捺撇点儿撇捺重之翁之翁重重观众观众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 C-R-O-W-D crowd 观众